那我们这边就边使用边使，那我们这边就先，那我这边就一边使用一边设定，那我这边就一边使用一边设定，那我这边就开始一边使用一边设定啊。那我看到一些很酷的东西，想要跟大家分享，我们就慢慢来跟大家做分享。那我们这边就，那我们就开始慢慢的做设定了。那也顺，那我们就直接，那我就，那我在设定的，那我在设定的时候，我们就顺便，那我们在设定相机的时候，我们就，那我们在设定相机，那我们就开始来设定我们的相机。那在设定相机的过程，如果有看到什么很酷炫的功能。那我们就开始来设定一下我们的相机啊。那我们就在设定的过程，如果有看到什么很酷炫的功能，想要跟大家做分享，我们就一个一个来跟大家做分享。